欢迎大家来到 Web3 Track。那如果今天你是听英文的 ，If you are the English listener, you can scan the QR code because today's presentation would be Mandarin。好，那我就回来中文哦。对，那我们其实原本没有设计主持人这个环节，不过当你如果问到没有人是主持人的时候，哎，只好有人跑进来当主持，所以我是其中一个讲者黄豆泥，但是也帮助大家开一个小小的场哦。那Web3 到底是什么？我们用的英文叫做 What the fuck is Web3？ 没想到过了，我成为这次这个 agenda 的正式的名称。那今天 Web3 的 track 的讲者有五位，那绝对都是一时之选哦。但是呢，这绝对不是一场商业的 pitch。我们不会跟你说什么 Web3 的产品多么好用，可以改变世界，也不会跟你说 Web3 的精神是什么，然后可能推销你，让你一定要这个被我们强逼的吞着哦。这个，所以这个东西是不会改变世界，也是不会让世界更好什么的。对，这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会敢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其实这两年来做了非常多实际的这个行动，也在这个行动里面发现 Web3 的 pros and cons。对，所以回过头来讲哦，到底什么是 Web3？ 那就我而言，我会认为 Web3 就是 Web1。这句话好像什么都没有解释到哦，但是其实呢，意思就是 Web3 就是使用分散式的技术哦，一种分散式的社会规范、分散式的法律或法典、分散式的市场。智新在昨天的基调演讲其实也提了这个 Pathetic Dot Theory， Lauren Lessig 讲的一些东西。他说一个人会因为四种力量去改变自己在社会中生活的形式，就是刚刚我说的四个。那 Web1 或是 Web3 其实就是这四种力量的分散式的解决方法，它可能是区块链，它可能是数位货币，但是它也有可能是很多奇奇怪怪的解决方案。那这个解决方案在世界上其实已经有非常多各地的公民社群在使用。那 Web3 跟 Web1 唯二的巨大的差异其实只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 Web3 有了全新的经济的这个模型哦，或是金融的模型，它让很多旧时代很难有这种激励或是金融的解决方案放到了一些开源的工具里面，这大概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第二个是 Web3 让很多自动化的执行在网络上成为可能，这个自动化的执行不是某个人说了算的，它是一个大家会用到它，它就变成了一种共识的自动化模型，我们就叫它智慧合约哦。对，这两件事情本质上的让这种所谓分散式的网络基础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改变。那它真的有比较好吗？其实没有哦。Web1 的时代有 .com 这个泡沫 ，Web3 也有 FTX 的暴雷事件 ，Web1 也有全球资讯网协会 W3C 这样子的组织。其实 Web3 的时代也有像以太坊基金会这样的组织哦。所以 Web3 到底有哪里不一样呢？等一下其实可以听听看这些讲者怎么说。简单介绍一下等一下会提供的内容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其实已经把所有的简报跟共笔延伸资料全部都放在这个GDV Summit 2024里面的 agenda 里面，欢迎大家有兴趣一起在上面聊天哦。毕竟我们都是内向者，喜欢笔谈，不喜欢公众交流哦。好，等一下我们会讨论 Web3 的读书会怎么样跟国际有一些串联，甚至变成国际行动网络的一部分。等等，我们也会讨论到传说中 Web3 的声誉系统，这种量化的工具，这种数字化工具如何被在地的脉络给打败哦，被证实不可行。我们也会讲到这个平方募资法或是平方投票法在 Web3 的世界它真实的情形是长什么样子，我们又根据这些真实的行动做了什么事情。另外我们也会讨论到所谓的回溯性资助 Retroactive Public Good Funding 在实际的采购形式上在台湾有没有可能有什么变化。另外也有讨论分散式自治组织跟公民科技社群需要跟所谓建制性的大机构合作，尤其是像政府或者是国际组织合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框架值得实行？这些都是血雨类的故事。最后呢，也会讲到所谓的什么是身份自主权，这样子的自主权要进入政府或是进入国际组织的时候，怎么样子的框架是可以做出符合时代精神的做法，尤其是像采购合约这样子的这种动作哦。
所以在这边要注意哦，就是这个 panel 每个人都只有代表他自己哦，并没有这个代表背后没有什么大组织，所以请大家保持清醒的态度，不要被我们给骗了，对，也不要臆测我们背后可能代表的权威或是资源哦，毕竟这就是 Web3 的精神。所以最后呢，欢迎大家用 Slido 的连结提问，还有使用共笔。那我们今天就先来欢迎第一位讲者丽莹律师。丽莹律师是 Web3 for All 读书会的，说是主理人吧。对，在这两年间其实做了很多事情，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